要不要我帮你刮痧？你过来我看一下。对，你看你这肩膀有多硬。不要太大力。我帮你试试看，你等一下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转过来。你转，我先帮你。哎妈，还是我坐那边。不是，不可以，可以，可以这样。还是我坐那边会比较好。不会，我坐那边不会比较好。我是觉得你刮痧肯定有，你看这样拨你两下，这里就红。你看，真的吗？拨，哎，真的啊。我帮你擦擦这个精油。哎呀，哎，妈，你怎么用手啊？不是，你看他两下，哎，不是，而且你不能用这一罐啦，这个不是用来那个按摩的。你看，哦，红咚咚啊！哇，你现在是不是整个人精神很多？脸色有没有好一点？你有没有觉得比较轻松？整个肩膀是不是放松了？是不是啦？你好意思让妈妈要帮你弄？我真的是。对，妈，够了，好了，妈，真的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客气。等一下，你给我多一点小费哈。你没有问我几号，下次可以点我。你几号？38。他妈，你不留是我不是你不可以了，黄先生，你不要再对我剩下的我来处理。你三八，哎，你这样阻止我的气会，我气会被你们擦掉。三八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。啊，就这样子可以了。好，你有没有舒服一点？我觉得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说。不是，有没有舒服一点？你现在不能告诉我。我现在很热，你热起来了是吗？我现在这边很热，真的。没关系，让他休息一下。你休息一下才。你喝个水。我去看他一下。好，你去看他一下。你还好吗？还好。你真的有没有舒服一点？说真的。有，我觉得你精神比较好。那时候我刚刚看到你，我妈在帮你刮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说，她已经70几岁了，然后问你有没有好一点，你就好一点，一直问你怎么样，你就说热热的。我有说好一点。